该称赞过他帅吧？有，而且他保养得非常好，真的。如果包大哥有一天突然跟你表白说，我其实有点喜欢你，你会断绝这个友谊，还是说你会愿意试试看？我会不相信哎，我会真的会觉得有人在整我。可是你可以试着交往看看吗？眼睛对眼睛凝视3秒钟。不要笑，那守规矩的凝视。哎，我真的拿出真心一点。来。明明就是喜欢对方啊！做一个星星。没有啦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曾经很深层的聊过，彼此之间的一些心灵上面的，真的吗？他知道我很多事情，所以我非常清楚他，因为听他的自己的，男生愿意听女生讲这些废话，就是为了得到他，没有废话啦，没有，男生没有空听女生过去经历了什么人生，你要嘛你就是爱他，你要嘛就是同志，只有这两个选择。姐姐要出柜了，我是觉得真的有真友谊，因为人在异地嘛，他从比如说高伟明，我们要跟你讲一件事情。